这边越投入，这边越难，越没有钱，那怎么继续？所以我觉得做演员还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包括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算。I need a senior broker to sign a sale ticket so he can take his share, dump them on the open market and make his money back. Oh, come on, Chris! Come on, what's the difference? Do one thing right here. Just sign it, please. Thank you. Chris, I'm sorry.这已经是大概两个月了，一直在练这一段，感觉好累，就是每次都要投入进去，然后那种情绪其实练到这个大脑还是蛮累蛮难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做演员有多难。其实还真的不容易，特别是你越来越认真和你越来越投入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难。一个是这种投入的精力和这种神经，你会让自己其实有时候觉得还蛮痛苦的，因为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感觉，哪怕是做喜剧，我觉得更痛苦更累，就是你要就是怎么想办法让别人笑，其实你就不断的在挖苦自己啊，或者说是去自嘲啊，或者说是做一些特别总之我觉得你得把好多你自己的东西掏出来让别人看到，让别人笑，这是第一个级别。然后你还想让别人笑完之后还有点感受的话，那你得琢磨这个情景，这个桥段，这个段子该怎么铺垫，怎么最后让别人有所想象，那就更难了。这是表演方面的难。还有就是你越投入，你就可能你就生存上面你就越会经历一个特别难的时候。当然我相信你越投入，最终的结果会让你好起来，但是还在那个过程当中，因为你越投入，你身边其他的工作啊，你其他的事情就越没有办法去做。比如说你的 part-time 的 job， 或者说你本职的工作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意啊，或者说是你原来就有点不喜欢的工作，你甚至都想放弃掉，因为你很难投入去做那些事情。所以那你的收入就少了，演戏这边你又很痛苦在挣扎当中，没有拿到角色啊，或者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配啊，那你生存真的是会煎熬。这边越投入，这边越难，越没有钱，那怎么继续？所以我觉得做演员还是一个蛮痛苦的事情。包括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算是还比较好的我自认为比较好。因为为什么？我经历了7年的时间去积累，有一个店，有一个快递，然后有个小生意。那生意好的时候还不错，能维持，但至少这么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客人，然后通过其实也是付出蛮多了，就是服务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所以才留住很多客人。但目前来说这段时间是淡季，同时又因为成本上涨啊，通货膨胀啊，那我的这个价格是没有办法涨上去了，但利润没有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客人直接的反应就是你的运费增加了，我负担不起，我原来觉得无所谓的运费，现在我觉得很贵了，我就不寄了，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我就不寄了。再有就是现在疫情已经放开了，那大家都可以回中国，那好多东西就自己扛回去带回去也不寄了。所以我这段时间是蛮生意蛮差的，只有一些老客人和一些必需品要再寄所以最近经济也比较差。还好就是我有一个好的店员，他能帮我
把大部分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我其实就没有在上面花太多时间，所以可以放在课堂上和表演上。那即便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在这种比较艰难的时候，哎呀，我很想去开发一些别的项目，去多增加一些收入，但确实时间上很难安排，因为家里有用去很多时间啊，小孩这边，然后上课用掉很多时间，然后剩下的就是碎片的时间。我要静下来去好好的开发一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来说，我不停下来的话，我很难去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其实我还有很多方法去赚钱，比如说我的设计方面啊，我拍摄啊，我可以帮人家拍一些采访啊，我拍一些会议啊，这些都可以有一些收入，但都是得去经营。还有一些制作方面，我做很多这种广告的 banner 啊，那些东西，这都是我的强项，我都可以做。但是因为都是属于不同的部分，我得花不同的精力去经营它。所以就是这么多事情交杂的情况之下，所以就使得我做演员这个事情很容易会产生动摇。比如我以前的计划说啊，我的表演我会慢慢的去更加投入，去做更多的自己拍摄自己表演的一些片段啊，练习的东西，跟同学跟朋友去做一些小的创作啊，那都使得困难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想上更多的课，那学费，那就是在这种经济比较紧的时候，那学费就变得很奢侈了嘛。所以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困难，有很多人在打着工去学表演，有些人甚至没有去做什么事情，那就更加难了，那钱就没有办法去吃饭啊，那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需要你去磨练去平衡的事情。所以的话，我的大概的我虽然自己也需要提高，但是我大概的分享就是一定要有一份能够就是相对来说不用占用你太多精力时间的工作，能够维持你的生活的一个工作 part time， 你不要花太多时间，或者说你很容易很快的能处理，能够得到一定的pay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再继续你的表演。那除非你是家里或者说以前有存款能够让你支撑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来去完全不去工作去做，那种我不是特别建议，因为你再多钱也会花光，也会花到一定程度让你觉得哦，我不能再用这个钱了，因为这是父母的啊，或者说是我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钱我马上就要花光，那花光之后我该怎么办？这个都是不长远，所以你得做一份工作让你有生存的来源，然后再长期的得去为这个去做准备。因为演员这个工作确实挺难的啊，有些时候你会感觉很 lucky， 但是作为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说，你需要更加有准备去做这种长期的准备。同时你这个表演的学习方面你不投入的话，你也很难有在你的表演的方面的突破，所以得投入到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同时也要维持你这个生存。今天是星期三啊，今天是阴天，早上还下了雨，那现在在路上塞车去上课。刚刚分享了一下做演员有多难的一个想法，我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如果你也是演员，你是怎么平衡工作收入和你的表演方面的投入和这种费用支出啊，这些你是怎么平衡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今天我们做这场我的这场戏的话，就会要加入这个 activities， 就是我要有一些reality
的动作，就是之前的话只是说 conversational 来去做完成这个 scene， 那现在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你在做这个情景下在做的事情啊。我是那个就是一个股票的经纪人嘛，就是其实骗了别人，就做了一些觉得自己过意不去的事情。那我在办公室里面在准备，然后 FBI 马上就要来了，我在挺着急的去收拾一些东西啊，然后再找了那个 broker 去给我签字，去打算做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一个受害的客人。所以今天我穿了衬衫，然后带了一个公文包，然后里面很多资料，待会会铺在那个桌子上，再做这些动作，然后再开始演表演。OK， 待会我们再继续聊。今天上课的话，只上了一个半小时，后面一个半小时我们去听了学校邀请的一个很出名的 casting director John Levy 过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以前的 casting 的经验啊，所以前面的上的那半堂课的话，我还没有机会上台去表演啊。本来我还准备好了那个穿着衬衫，然后那个拿着一些道具准备去演的，有几对别的同学上去了，我一直在准备当中，心情在准备当中，当时以为会有机会上台。因为要其实加上一些activity 的话，其实是确实很容易会增添一些无谓的东西或多余的东西，所以也在脑子里在过这个问题怎么去做。一对同学也做得非常好啊，那种站的位置 blocking 虽然没有特意去设计，但是都非常合适。就是这个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这个课堂让你，这个课程让你要注意的东西，就着重于你所在说的东西和听对方说的话，然后你自然就会有一些blocking， 你该近一点还是远一点，还是说不想跟他聊，或者说我要追着去质问他，我要去证明这个那个这种 motivation 会在那里，然后带着你去做这些所有的行为。然后下个礼拜放假，一个礼拜没有课，所以要等下个礼拜才能重新再做这个练习了。那我们上完课之后就是听那个 casting director 的分享，他说到的一些东西还是少数主义啊，还有口音啊，这些就是你可能一直在困惑这些，或者说一直在挣扎，我为什么说不好英文，或者说我怎么去掉这个口音啊，或者说是我是个少数的主义，怎么去得到那么有限的一些机会啊。那他说的好多就是对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少数主义的演员来说是有很大的鼓舞的，并不是说你不要去提高你的英文和把英文说的标准，并不是这个，你可以继续去努力，但是你目前有这样的口音，你有这样的，你是这样的肤色，这样的脸蛋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你的宝贵的财富啊，那别人没有，对吧？所以就是还是重点，他说作为一个选角导演，他说最重要的还是他看到一个演员的那种投入和他的那种努力的那种劲，还有就是说他的坚持，还有就他是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好的演员在 LA 很多，但是说你能看到一些人他特别特别用心，他特别把这个演戏当一回事，那这种人可能也一直不会得到非常好的角色啊或者机会，
但是如果 casting director 看到的话，一直看到的话，会给他留下一个印象，哦，这个人太努力了，太卖力了。casting director 会去想办法去帮他的，就是作为一个人，人之常情都会去帮这种人。所以他讲到的就是这是重点，重点就是你还是得把这个当一回事情啊，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那你得到的收获也就会有多少。他还写了一本书，同时就是他也在推广他的书嘛，那我买了，第一个买到这本书，他还给我签名了。我相信他说的话，那么虽然他很 nice 啊，可能他代表的不是所有的 casting director， 但是他是代表那些啊多数那种比较 nice 或者说是比较正常的这些 casting director 的想法吧，所以我也相信他所说的啊，就是你各种主意都有机会啊，关键是你自己要把它当成一个长久的一个事业，长期的去耕耘，而不是说哎，我要短期怎么样。然后他还讲到就是说以前啊，他们 casting 没有这个现在的那个 casting 的这些 app 网站之前，哇，那个都是全是要拆信封的，每个演员寄来的这个资料啊都是信封要去拆开看，一个一个堆得很高，然后都是那个 in person 的那种audition。 他说现在这个 self tape 他非常不喜欢，非常想念那种，非常觉得这种亲切感，就是面对面的这种亲切感啊，对于我来说刚好是在这个分界线。我因为我开始来开始去 audition 和演戏基本上就是疫情之后，所以基本上做的都是self tape，所以我对那个 in person 反而是有点恐惧，肯定会去克服那种恐惧去做，大胆的去做那种 in person。 他说现在基本上小角色七句台词以下的那种演员将来可能都不会再有 in person 的这种 audition 了，因为传统的 audition 确实是很耗时间，很花钱，很浪费钱，会被科技啊和现代这些东西来代替掉，所以这个将会成为历史。但是主要的角色啊，或重要的角色还是会有 in person。 所以我看了这个书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我再跟大家分享。